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台股直播室成功，每一次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礼拜一到礼拜五，那么一起来观察台北股市的一个即时开盘。那么呢，针对今天我的看法，我先跟各位做个简报啦。我的看法，今天呢盘中，从一开盘到收盘前应该要维持正向乐观会比较有利，这第一件事。可是呢收盘前哦，那么收盘你要针对礼拜一你已经准备好了，礼拜一你就大赢，各位一定问我，我礼拜一大赢，对，你就跟着外资，我们会跟着外资做同样的架构的操作，所有特别是新朋友都一样哈。我为什么这么讲？第一个，大家很清楚什么东西呢？来看一下这里哈，今天是11月30号，对不对？今天在一个上涨，涨起在一轨已告。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所以我们把时间哦，先拉回到一个月前，我们去观察过去这一个月。那当然啦、啊，全球金融市场也是这么多的利多利空的冲击嘛，国际股市暴涨600点，狂跌300点，这个你都经过了。那么在过去这么大的波动里面，我们怎么去面对它？那相对的、啊，那你已经准备好什么？12月3号，下个礼拜一就是狂胜大赢，所以也欢迎所有朋友。那么在收盘前，今天也要收盘，你就袂赴我讲一遍吼。你在收盘前，在今天收盘前，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做个联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们全体的会员朋友会进场，针对礼拜一就是要得第一，就一定大赢。你说一定大赢，肯定大赢啊，肯定大赢。对我举例哈，我请问各位哈。我不要各位你去赌多或空啦、啊，只是我先问一个问题哦、喔。如果在礼拜六或礼拜天川崎会假设谈成功了，那你觉得下个礼拜国际股市或者是台北股市礼拜一应该怎么看？你说那会大涨啊？啊，想下第二个问题，如果礼拜六、礼拜天两个人呢谈得很不愉快。就跟这次的 APEC 一样、哦、不欢而散。那你觉得礼拜一呢？你说哇，这下完蛋了，肯定狂挫啊、哦！对，那你礼拜一就大胜啊！你用一个攻击牌，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谈的结果怎么样啊。那还叫什么专业的从业人员？你就大胜就对了。那我请问各位，外资手上到现在啦。当然了、啊，今年一路后来都一路卖股票嘛，可是手上一堆的持股啊，那他怎么因应？人家怎么因应？你把高工你几千也给高票啊？不可能吧？啊，都一样的道理嘛，你都准备好了，你说那万一礼拜六礼拜天没有碰面呢，拖到礼拜二呢，我怎么知道？这个我就没办法了哈。假设只要礼拜六礼拜天。两个不管赶快破局也好啦，吵架也好啦，打架也好啦，握手啊，达到一个共识都可以。你礼拜一就是大赢，所以你就打个电话吧。所有的亲爱的会员朋友，你就照研究昨天研究报告啊，来自昨天的研究报告嘛哈。我们说今天啊，猴子会跳舞，猴子会怎么跳舞？他就跟着 PSY 一样子的跳舞啊。就上上下下，一下子往上跳，一下子往下跳，那就做对好了。你要依照 PSY 跟着它面对面。什么叫 PSY？ 来看右侧，右侧手机啦，我的手机啊，请看你自己的手机好不好？好，画面上你所看到的不就指数跟 PSY 吗？没有错吧？那 PSY 怎么做 ？PSY 它的做法一样很简单哦。我的工作就是把复杂的事变简单。让所有朋友，第一个，我再讲一遍哈，你不用担心。什么叫不用担心？因为你跟着 PSY 面对面，你自己看得到，你看得到，我也看得到，
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，我们都在同一秒钟看同一个指标，看同一个讯号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讯号怎么做？这个讯号不就当 PSI 这个指标从零轴往上走，走到正五十啊，代表怎么样？代表买力耗尽。各位恭喜拜哈，一直一直 key 嘛。我举例嘛，台北股市啊，哎，哎呦一直 key 嘛，哎呦一直 key 嘛。我现在讲的是今天到收盘前哈，你一直 key， 啊 key 咱就给放空，你知没？啊，放空都绝对爱赢，就这么简单。那相对的哦，台北股市一点都一点都一点都啊，咱就给做多，啊做多嘞也是胜，那就好了。那关键在于什么时候要进场？不是你那个点位要对啊。我举个例子哈，这里叫零走，这里叫零，它就是正负五十来回波动。这个过去的每一分钟、每一秒钟，各位，每一分钟、每一秒钟，你保证跟画面上看到的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不会有差啦。这里叫负五十，这里叫零轴，这里叫正五十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叫正五十，这里叫零轴，这里叫正五十，这里叫零轴，这里叫负五十，这里叫零轴。当他来到正五十，他告诉你：“哈，拍谁？我买力耗尽，我还掉下来。我不管你信你不信嘛，我只问你，你昨天有没有空在最高点嘛？你进场那个时候空跟最高点差一点嘛？”啊，你在比对比你的 PSY 嘛？你为什么会空到最高？请问所有的会员朋友，你昨天为什么会空到最高？小小明，你这个阿呆，对，我是阿呆，你是不是在正五十空它？啊，对。那今天为什么要正向乐观？哦，因为呢，昨天来到负五十嘛，那现在来到零走了嘛，啊，零走你就等嘛，等什么？等正五十，咱都搞半空，负五十都搞做多，然后就继续赢嘛。你说这个胜率多少？胜率高在怕，不是这个礼拜，不是这个月，是过去这十二个月的每一个月。好，所以呢，时间回过头来哈，今天是礼拜四，然后礼拜一十二月三号，礼拜一十二月三号一定要赢，肯定要拿第一名。那你说怎么拿第一名？外资怎么做？跟各位会员朋友报告，我们就是怎么做。你就跟着他的模式，好，就如同宅鬼预告，啊，这宅鬼预告，啊，宅鬼预告有够厉害 ，PSY 连续17趟全胜，对，所以我就告诉你了，它成功率有 90%、啊、你有个工具系统，你的成功率高涨趴，是要怎么做会输啦？我讲真话，你没有办法输啦，关键不是29号了，是30号了，今天是11月30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连续17胜之后，我要跟你提到？因为11月份不就123吗？好，11月6号你过了，11月24号也过了，因为今天已经11月30了，那不是一个月前吗？那请问你怎么做？哎，美股期中选举，那你就赢就好了，你就大胜啊！啊，台湾我们有地方选举，你就继续大赢啊！那川习会呢？你肯定会赢啊！那不就啊？那走的话，那怎么走？啊，跟着猴子跳舞啊！猴子怎么跳？猴子不就这样跳来跳去、跳来跳去、跳来跳去吗？他在跳来跳去、跳来跳去。我请问你啊，这里叫 PSY 正五十，这里叫负五十，这里叫正五十，这里叫负五十，这里叫正五十，这里是不是正五十？对，那我们是不是话说？你怎么掉下来了？掉到这里，我说你就等它掉到这里啊！啊，为什么掉到这里？因为掉到这里，它必然衰到负五十，你做多它是不是又赢？啊，哎、欸，我答辩呀！啊，你说万一礼拜一狂涨300点，啊，也会暴跌400点呢、啊？那你都赢了，除非它就停在那里，那我没办法哈、哦。除非礼拜一台北股市全世界就停在那里，哎，我不懂，只要大涨大跌，那你就准备大赢吧。你 OK 吧？哦，来，反正你就准备大赢就对了。难得有这次的机会了。好，来，那21号，啊，你们全胜每一笔。我现在讲是每一笔，不是金融市场不就希望说我的出手每一笔都赢吗？你讲小明，有够恐怖，那我还指标这么厉害，那我上面好厉害。
这十一月二日的。啊，你看右侧，右侧，你看你自己的手机好不好？啊，你敢无厉害？啊，你敢无维持持续维持90%的成功率？所谓的90%，就是如果依照这个 PSI 来做操作，正五十我会给扛，你知没？所以你别管你，他有本事一直涨嘛，你知道吗？一直涨就敢扛啊，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？一直涨就空啊，那他如果狂跌呢？啊，我们就准备做多嘛，就是如此。你不要管他，他不敢，他没有那个能力的啦。啊，你哪有那个能力啦？你现在想嘛，在你就照着做。这个2637不是股价啦，不是股票啦，那是我们在观察上证指数啦。然后呢，正50你要空啦，负50要多啦，啊，不是一直维持 PSI 正50空，负50多吗？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一定会经过零轴。我举个例子齁，这里 PSI 到负50，不用就维持这张图齁。这里又负50，对不对？这里叫零轴，好，这里叫正50，这里叫负50。那请问各位哦，这里负50，这里负50，就买进加码，没有错吧？啊，零轴你就可以走了。好，再来，这里负50啊，就一点也没供啊。这个正50，举例的，假设，它整个商品价格往上走，正50在这里，它继续往上走。好，那这个正50会亏损，对不对？你说那怎么办？你不要理它，因为它还是会回到零。你就等它掉回来零，你再走就好了。就如同来到了28号了，我是每天帮各位连播，持续每一天北抓欧一，你讲什么？来台北高级9945，那就再涨啊！我偷看一下，现在也动不了啊，它也拉不动。来，负50零轴。负50零轴，正50零轴，负50零轴，正50，正50还不是要到零，是还不是都要到零？那就照着做，就照着做，负50多，又负50加嘛，零轴涨，负50多，正50避险，零轴共赢，负50多，零轴照，安怎做安怎赢，正50空会奇怪，安怎过去，啊可以过来加嘛。然后怎么办？他等他临走再平就好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因为你知道他过去这12个月，你跟着他出手10趟，碾压9趟，每一个月。那既然可以赢9次，那你不是每天维持快乐的心情，准备什么？准备礼拜一大赢。那今天呢？他就一样跟着 PSI 跳来跳去嘛，跳到哪里？跳到正50，他就会跌下来。跳到哪里？跳到负五十，它就往上涨嘛。所以来加，涨是十一月二九嘛，没有错吧？今天是十一月30嘛。好，那我告诉你第二个，如何把获利拉到最大？来，各位看一下这里哈，这是昨天的研究报告哈。那稍待我再帮各位做补充说明。来，今天有个一样。画面上你所看到的叫做一般的 MACD， 好，那么我们去观察上个礼拜，不，过去这个礼拜到28号收盘，哦 ，MACD 一般的通用指标、全胜，那你一定告诉我为什么会全胜？好，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哈，来，各位请看，从11月26到昨天11月29号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给他一条趋势线。我给他一条趋势线，然后我把 MACD 每一次的转折，一由正转负，二由负转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到昨天总共有7次，七本，总共有七本，总共7次。这7次里面，我举例哈，在这3。跟五，三跟五，这里是不是 MACD 由正转负？由正转负，一般的操作啦，一般的操作啦，一般的不就是
你怎么做都错的操作，就是三这里你也半康，啊，你只要半康，你干嘛呀？你不会赢的。好，再来五 ，MACD 再度由正转负，你在这里做空。那请问你啊，这个三这个点做空，跟五这个点做空会不会赢？你说这个不会赢，这个会输，对不对？你说那这是什么 MACD？ 我跟你讲，这叫全胜。你讲小有名利，我白讲，我无我白讲啦。来，我们进一段广告哈，各位利用广告的时间，稍待哈，先跟我们服务人做个联系哈，把手续办好，照着做。第一个，我会提供你行动手机 PSY， 那么安装在您的手机上面，你就照着 PSY 做。第二个，今天收盘前，我会带你布局，礼拜一就是要大赢。礼拜一只要台北股市、全球股市大涨或者是狂跌，我们都要大赢。那么两分钟后马上回现场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七飞万点，狗旺发财。PSY 高档不空 ，PSY 低点翻多，战斗营步步为营，战斗营档档涨停。顾德投顾咨询专线：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快乐战斗营，实战我最行，多也行，空也行，行情任我行，向上跳，向下跳，精准跑不掉。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，电话拨通财运亨通，请拨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积飞万点，狗旺发财 ，PSY 高档不空 ，PSY 低点翻多。战斗营步步为营，战斗营档档涨停。顾德投顾咨询专线：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：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。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。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文明三少，不要。从现在起，三个要，五个不，预防禽流感。勤洗手，确实消毒。鸡肉蛋要熟食，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。不生食，不购买，不自行宰杀，不喂食，不接触。三要五不勤防护，人间处处有晴天。各位朋友，大家来看着，反正你就赢就对了。星期五猴子会跳舞，对不对？他哪有能力涨？你别开玩笑啊！伊哪有能力啦？伊无迄个本事的啦！你说小雨，你怎么敢这么讲？因为你有 PSY 啊，你怎么会不敢这么讲？因为你有 PSY， 你哪会惊啦？这是加权指数啦吼！你如果看台子期，就点台子期；电子期就点电子期，还知没？啊，这是加权指数也可以啊！啊，政府实力啊，要做多，你就家己爱设疑准备输啊！我跟你讲，这是事实啊！我每天早上为什么来上九点的？因为我知道我不会错，我根本不担心，因为我们校正过去十二个月，任何指数型商品入股除外，就是五分钟 PSY， 它的成功率就可以高达90%，这已经快一整年了，今年一月才这阵，那你担心什么？好，来，我们教一个更厉害的，叫 MACD 向前冲，这也是我们过去哦。一直到现在带会员操作的，你就照着做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目标呢，要把它拉高到跟 PSY 一样。可是怎么样一样？来，各位再看一次哈。来，这是指数的走势，对不对？底下就一般的 MACD 通用的，给它一条趋势线。然后呢，我们先把每一次 MACD 由正转负、由负转正来观察，这个礼拜以来总共。
出现七次，请问如何做到每一次出手都赢？做不到，那你就乱做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小小米，那个三哦 ，MACD 由正转负，还有那个五哦，也是由正转负，三跟五做空不会赢啊，那谁叫你做空的？换我问你这句话。相对你底下走开，那 MACD 转负不做空，那看 MACD 做什么？那我先问你，你先回答我，多头市场做多还是做空嘛？多头市场当是买股票还是卖股票？用多头市场懂了吗？买股票啊，空头市场，空头市场买股票个半空，你拢这搞，你都是对的，那你为什么不照着你自己讲的做？你为什么口是心非呢？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啊，好像投票，你本来就想 不管哈，我别讲了 ，A B C D， 你想投给 B， 结果到了现场你瞪盖 A， 不是这样子吗？你在指数的操作，你如何避免？第一个，什么叫 MACD？MACD 叫趋势指标，趋势指标的要求，它的强项在于要稳定，不能稳定，那你就是乱做。那怎么稳定？多头市场做多啊，空头市场半空啊。所以1到2商品价格跌落趋势线，一 MACD 由负由正转负，一那个点是不是要空？好，来到2 MACD 由负转正，请问2可不可以做多？不行。2该怎么办？2要空单平仓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求稳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带你每一笔按我做都要赢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再来，这里有一个隐藏版叫 2A， 为什么叫 2A？ 因为 2A 这个点 MACD 是正的，商品价格站上趋势线，那你是不是要做多？来到3 MACD 由正转负，你这个 2A 的多单是不是在3可以获利平仓了？你就赢嘛，你卖管理下在台积电好不好？反正你就都赢就对了嘛。好，来四这个点 MACD 是不是由负转正，并且商品价格在趋势线之上？那你就做多啊，多到五这个点 MACD 转负了，可不可以空？当然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商品价格在趋势线之上叫做什么？叫做多头啊。多头你怎么去空呢？好，再来6就再做多，这爱国人讲吗？这爱国人讲七做多吗？七做多怎么赢？赢个头啦，怎么赢？七当然是七，那可以做空吗？不行。七空是空在最高点，11月29号的最高点。为什么？因为 PSI 正50啊。那个七那个点是多单要平，然后7A 这个点才是空。如果 MACD 转正，你这个空就要平了，就是如此。然后你就发现到，虽然过去这个礼拜到29号，总共转换了7趟，你会在1、2、3、4、5，你这5次全胜。我请教你，你输多几抓？那我会打桩一样，你老师喊板呢？我告诉你，就这么简单，不认真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！你说那怎么办？你就拜托你，再讲一遍。我会提供你一个过去以来，过去这12个月，这个东西叫 PSY， 安装在你的手机上面。然后我们要的，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什么？它的成功率可以维持90%。怎么做？正50叫买力耗尽半空，负50叫卖方衰竭做多。过去这一个月也过去了，嘛过去了。这个礼拜川习会对不对？礼拜一要大赢，那怎么大赢？第一个依照 PSY， 正50空，负50多，每一笔都要赢。那请问你，我是不是跟你连载的每一天？是不是跟你连载的每一笔？不管行情怎么走，不管格局是怎么行进。你是不是 PSY 通通都对？啊，不，你看了都几笔输的嘛？我刚好造假，你眼睛看到了，我有一笔是我造假的吗？没有。那既然没有，就照着做。
今天好、哦，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哈、哦，今天今天所有的会员，我会带你进场布局，一定会进场，一律留仓。然后呢，礼拜一，除非台北股市、全球股市开盘平盘，你知道吗？嘿，我不懂啊，平盘嘛，没啥输赢了，没有错吧？啊，无起无落，那也输赢。只要川席会打架，川席会两个人坐下来喝杯茶，很快乐的聊天。我们就准备礼拜一狂胜，来，这里我们有一个感恩列车，一天都被赶赢起来，就一天。但你今天要进场做布局，我会带着你做。你今天也要进场，礼拜一开盘准备大胜，狂赢。那感谢各位要稍待，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做个联系。节目最后，祝福所有朋友阖家平安，操作顺利，财源广进。谢谢你，拜拜。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，超强名师阵容，直播现场即问即答，盘中及时为您解答。四月起，每天早上9点开始，敬请锁定运通财经台台股直播室。快乐战斗营，实战我最行，多也行，空也行，行情任我行，向上跳，向下跳，精准跑不掉。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，电话拨通财运亨通，请拨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积飞万点，狗旺发财 ，PSY 高涨不空 ，PSY 低点翻多。战斗营步步为营，战斗营挡挡涨停。顾德投顾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快乐战斗营，实战我最行，多也行，空也行，行情任我行，向上跳，向下跳，精准跑不掉。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，电话拨通财运亨通，请拨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